台湾的艺术水够好，搁请解说两句话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说，解文说的。好朋友，咱过来开讲，来讲用动物比拼世间万行造物的俗语话。台湾人真高兴，今日来讲牛，啥做牛？啊，就蛇哩。蛇片名足济啦，今日无要讲这個，来讲日本时代台湾风俗志记载头一句讲：山蚵无创咧过骂卵，原因是对倒位来？第二句俗语咱甲摆做伙，已经解答了：饲蛇加鸡卵，因为伫山蚵半暝啊，蛇就烧来，甲鸡卵吞下去啊。啊，咱饲蛇加鸡卵，这个俗语话比平即马较常听到，就是饲鸟鼠加布袋，无唔对。头拄啊，咱咧讲讲山蚵无创咧过骂卵，即摆来伊做穑人农家农村社会咧讲，较常讲的就是迄句鸭条内无过骂倒稳，鸭、啊、就是专门咧通倒稳哩。这拢是以大自然万行动物的习惯性来比拼，比拼世间看到种种经历的变化。啊，同款用蛇咧比拼，另外啊，佫一句佫较直接。咱知影讲心歹，无得较人会知，但是嘴歹上厉害。所以同款台湾风俗志内底有记载一句话，讲你这个人一支嘴哪青得死？台湾五毒蛇，青得死，饭死，穿百薄啊！无啦，国政啊，你莫有白念，你袂晓啦，对？唔是今仔日要卖蛇毒酒，咱要来研究。咱若来讲人一支嘴哪青得死的时阵，表示啥？表示这个人嘴歹上厉害，讲话有够毒的，比青得死还佫较毒。讲来到这，咱就知影讲，可能多数人对着蛇，拢有一个惊吓，拢有一个恐怖的印象。唔只讲，讲到蛇俗语话，有当着啊反面的比较正面的较济。啊，我哪有另外一句咧批评，讲迄个人分明生理就失败啊，哪有栽着个死鸡去爬山去两撞？迄句讲叫做死蛇活不溜，吼，蛇要爬死无遐简单呢，用心计甲爬死了。不溜，啊，搁咧量啦，表示讲这个人，你看伊都已经放落啊，像怎啊讲有在条弄出另外一条路，做另外无共挂门的生意，东山再起。即句无的确是好话嘛，无的确是歹话，总是咧描写这个人命真钝，袂输敢那蛇咧。所以用蛇做比拼的俗语话，实在真丰富。各种啊，四界去听，四界去听，但节目中才有法度甲你研究、甲探讨。